机，按井号键长按，就是笔画自检。啊，这样就可以放手了。第五，你标定呢，其他的都设定好了。这第五就它小数点后面是0.5，就是小数点后面有一个零，就是这样的。你如果说需要两个零、三个零，那就没必要了，不需要这么高精度。这个是量程，这个是他们设成三吨的，完了改成两吨。这个不用，然后再按一次，这个就是标定的。然后你按去皮呢，这盏灯它会移动，你按一次它会移动一个位置。那这小数点后面是个位、十位、百位，我砝码是500公斤，然后我就把它调成500。如果说用别的不是500的，你知道它东西多少重，你就用知道多少重，设到500以后，你设置的这上面数要跟你等一下加载的数是相等。然后设置好又放上去。放上去，按一下井号键，然后出现 END 三个字母，然后后面那个孔里面有标定开关，标定开关要戳一下，好，戳完以后拿出来的数字就跳出来了。